楼市焦点。继续翻嚟呢一 part 咧，阿 Sir 咁啊，其实咧呢一 part 咧有我哋好朋友喺度啊，要先恭喜下佢先喎吓。咁就系咧系后任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景界嘅立法会议员谢伟全啊。Hello， Tony 你好。大家好，你好。恭喜晒，恭喜晒你啊！连任成功吓。多谢大家支持啊。系啦，咁啊，当然咧，完善选举制度之后咧，立法会嘅议席咧都较以往系多噶啦。咁啊 ，Tony 啊，其实咧，预期新一届咧都有好多唔少嘅新丁咧会加入啊。你自己估计嗰个磨合嘅情况会点样咧？嗱，呢个要大家出力噶啦，因为点解咧？即系作为一个新任嘅议员嚟讲，我自己都经历过啦。咁系好多嘢咧要熟习嘅。咁要擺時間，咁我知道有好多即係新任嘅議員咧，而家都埋頭苦幹喺度睇嗰啲議事規則啊，同埋有啲程序啊等等。咁睇咗之後咧，因為好多嘅你要記咧困難，咁往後嚟講咧，亦都不斷要重温喺呢方面。如果全程投入咧，我覺得咧就大家可能個磨合期咧就可以縮短，咁啊好快咧可以發揮嘅作用。因為嚟緊嚟講咧。我成日都强调时间不等人，在这方面我们希望尽早发挥到，令到我们新一届即是第七届啦，即是立法会方面可以高效高质地审议政府提交的建议或者法案，同埋亦都在这方面就发挥我们有效的监督政府。不如Tony， 不如你总结一下你上一任嗰个工作情况。未完嘅，呢一任我哋去到咧12月底嘅，仲有一个礼拜。虽然咧大家放假气氛好浓厚，今日咧圣诞节，先祝阿Tony咧就圣诞快乐先啦。大家都系。咁即系，但都可以问下Tony 啦，即系话究竟上一年嗰个上一届咧嗰个工作嘅情况，你自己满唔满意啊？得唔得？我谂嗱，大家都知道啦，即系2021年咧都系一个非常不尋常嘅艱難嘅一年。咁啊，有發生到好多嘢啦，咁疫情啊等等。咁喺議會嚟講咧，就係因為嗰個新嗰個幹法啊，同埋新嘅選舉制度咧，就有段時間令到咧議會嘅議員咧嘅數目減少咗。咁數目減少咗咧，就令到好多事情都變咗理性嘅討論。即係可以達到咧，就係所謂高效高質咁樣去審議，咁令到好多法案咧都係可以講話咧通過，同埋亦都有好好嘅以一個快速嘅時間去通過啊，亦都有啲修改嘅呢方面嚟講，咁就唔係即係一般大家睇啦。譬如我哋關注嘅一啲發展項目嚟講咧，批出嘅項目同埋數字都係破咗紀錄嘅。咁喺呢方面唔代表咧，即係好多人話會唔會就係一上嚟就批啊？其實唔係啊，好多時候咧嗰、那個辯論啊等等咧 都有討論嘅，都有熱烈討論。同埋亦都有啲咧，就係、是、政府都知道係做得唔好嘅，就未必係繼續堅持咧就擺上嚟，咁啊要翻去調整一下，然後再做。咁喺呢方面咧都係表現到即係、就是、有效率嘅。咁呢樣嘢我覺得開心嘅。咁當然咧就係、是、未來咧就重要。因为未来咧一个改变之后咧，系做到咩成绩出嚟咧？市民都好期待。市民喺呢方面咧，梗系希望咧，真系做到一啲改善，同埋好明显嘅改善。所以未来2至4年嚟讲咧，大家要即系交足功课啦。咁即系大家其实有好大嘅期待啦，包括咗即系立法会议员嘅数目多咗啦。咁啊，完善选举制度之后咧，大家嘅预期咧，即系立法会运作可能应该会有机会有畅顺一啲啦。咁其实大家都有好大嘅期待喺度。咁你自己喺政纲里面咧，其实又定下咗啲咩目标咧？嗱，我咧第一即系大家如果有留意咧选举嘅时候，我嗰个选举口号咧就系团结向前。我强调系团结，团结意思咩咧？其实嗱，而家大家提好多问题咧，其实喺社会有晒共识，大家都觉得系应该，譬如房屋嘅问题，大家都希望可以告别劏房，早啲，同埋咧就系大家住好啲，住大啲吓，咁呢方面共同嘅目标，咁点解可以一齐共同去做咧？咁样呢方面咧，我觉得唔单止咧，我哋譬如我哋建测规员4个专业，其实咧喺呢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之外要团结之外咧，公司型嘅机构大家要携手合作。政府方面嘅同志嚟讲咧，即系其实喺呢度咧，其目标一样嘅。其实希望咧系唔系话净系达标啊，希望超标，因为我哋追翻啲时间啊。咁喺呢方面，如果大家用呢个咁嘅精神同埋咁嘅睇法咧，好多嘢咧，我哋觉得自然会调整啦。咁大家成日讲咧，譬如话审批咁耐啊。
拖咁多時間啦、啊。我哋討論過都唔知幾多次啦、啊，呢、這個話。咁呢方面其實就最主要嚟講咧，其實如果大家目標一致咧、嗯，大家諗諗、一個建議有唔同嘅意見、嗯，政府部門係咪自己可以協調一下、嗯，決定一個方案，嗯、就可以批嘅。咁從而睇啲人咧就可以快，就唔係好似而家咁，即係話 A 部門有意見 ，B 部門有意見 ，C 部門各自表述咯。講曬俾你聽啦，講曬俾你聽啦。咁點咧？但點咧？咁咧點樣統籌咧？係啦，而家係咪真係冇呢個統籌？而家呢方面咧，即、就、係、是、大家有陣時佢哋有啲部門都想有個決定嘅，但係因為大家。所謂咁高咁大，係咪最終又要去到特首嗰邊有啊？阿林太去決定啦。咁我覺得，所以而家嚟講咧，特首嘅施政報告咧，最新嗰個咪講話，公務員嘅制度，公務員制度要能者居之。咩叫能者居之咧？咁呢個咧就係其實大家目標噶嘛。嗰個目標咧就係個目標係咩咧？就係話。盡早盡快咁樣、有效咁樣完成我哋個目標啊嘛、共同嘅目標係唔係咧？而家俾人感覺可能唔係喎，呢、這個係咪制度嘅問題，令到文化出現咁咧、令到即係 mindset 方面咧，好似唔係喎，我淨係做一個監控嘅、促進嗰方面咧，好似做得好少或者冇喎咁樣，係不進則退啦，慢進其實都係退嘅。冇錯，冇錯啦。咁其實我哋時間唔等於我頭先講，我哋追趕時間啊嘛。嚇，同埋有期望噶嘛，市民。你又做咁多改變，咁我哋為乜嘅啫？為咧真係得益啊嘛，改善到個民生啊。冇錯啦，民生啊、居住啊、經濟啊。等等咧有明顯的改善，居住問題都可以話咧，房屋問題都係重中之重噶啦，大家都關注啦，無論基層啦、中產啦，以至到咧就各個唔同階層啦，上車啊或者係上樓咧，其實都係唔係容易嘅事嚟嘅。咁啊，尤其是啊，譬如公屋方面咧個數量亦都唔多啦，咁啊基本上面咧而家等差唔多成六年咧先能夠上到樓啦。咁啊最近咧亦都講緊話啊，公私營個房屋比例咧而家係73%啦，有冇機會咧可能再縮到去28%咧？咁啊想睇下 Tony 咧嚟緊嗰個新一屆喺立法會裏面咧，對於房屋政策方面嘅目標係點咧？嗱，我覺得嗱，你頭先既然啱，你講目標，這個目標係咪一致？大家都想快啲做成咧，或者超標做咧？呢樣嘢一定係要大家有共識嗰度。咁而家似乎咧嗱，譬如我哋每次睇佢十年嗰個建屋嗰個數量咧。就頭輕尾重，頭輕尾重。咁頭輕尾重唔係成日都頭輕噶嘛？咁你可唔可以頭重尾輕咧？咁點樣做到？如果大家有呢個意願，有個共同嘅努力咧，未必做唔到嘅喎。咁呢樣嘢咧，喺各方面配合啦。我覺得有陣時咧，大家最緊要咧有個目標，而呢個目標有埋時間表、路線圖，大家跟。私人企業好簡單嘅啫。如果你話喂，我今年要銷售幾多，賣幾多，如果你做唔到，點解？個解釋如果冇理由咧，咁可能分分鐘你冇得做喎。咁另外就話有理由點樣追翻？係呢樣嘢，我如果大家都係咁樣咧，我相信咧好快咧就唔會話頭輕尾重噶啦。咁呢方面咧，我覺得咧就喺嗰個文化同埋嗰個 mindset 要改變啦。係啦，呢個始終都係大家要有一個共同嘅目標，先可以追趕翻嗰個而家嗰個情況咯。冇錯。不過我通常我又想問下，即係你作為即係建測規員咧，即係嗰四屆嘅代表咧，咁其實喺呢四即係其實都幾大範嘅喎，即係個個都係咪即係各有唔同嘅要求。即係正如你頭先講，即係好似各個部門都有唔同嘅門口。咁但係你代表呢四屆會唔會即係點樣去聽取呢四個界別嘅一個意見？你啱嘅，講得好啱嘅。即係其實我哋每個專業人士咧，尤其是唔同嘅專業咧，大家都有唔同嘅睇法，或者對某一樣嘢嘅比重咧係唔同嘅。係。咁點樣可以即係團結大家咧？咁其實過去咧呢兩三年咧喺呢方面做咗好多工作咧，係。我哋一起做，發覺一起做的效果咧好好喎。咁一起做咧，首先大家要有共識啦，即係譬如話點樣 align 到啊咁樣。呢方面咧，其實好多時候咧，大家有共同點嘅。過往咧，大家集中咧就講自己嗰樣嘢，咁啊互相爭拗咧，咪浪費時間啦。其實個問題咧就係最主要冇完美嘅方案，大家可唔可以求同存異去咧？譬如好多時候咧，係做一個項目嘅時候，最緊要係做咗出嚟。咁市民先会享受到㗎嘛，你要点样喺度大家傾尋求完美呢都冇用喎，大家唔知道。你做咗出嚟嘅时候呢，就算今日完美呀，过两个月之后两年之后，系咪
有又唔同咗啊！咁都要調整噶嘛。咁呢個慢慢去調整咧，起碼大家都，譬如你有。唔係啦，呢個只係得80分嘅，咁起碼都80分啦，好過你話100分，但係永遠都見唔到100分。係係係咁所以呢個咧，我係嘅經驗分享。不過我覺得咧，永遠都攞唔到100分都係好事嚟嘅，永遠都有個進步嘅空間。係冇錯。喺呢位咧，我哋又先休息一陣啦。继续翻嚟咧，呢一 part 咧，我哋有后任嘅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景界嘅立法会议员谢伟全喺度噶。咁啊，当然现任嘅议员嚟啦，呢一届嘅任期咧去到月底啦，但系好快咧，出年咧就即刻新一任嘅任期啦。咁啊，头先讲啦 ，Isa 你都问到啦，即系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园景界啦，唔同界别都系专业界别嚟噶，佢哋各有所需，各有唔同嘅要求啦。其实Tony，你点样可以聚集到佢哋嘅意见咧，同佢哋反映咧？嗱，其实我咧即系呢方面咧，过去就。发觉咧，大家一齐，即系我头先点解我口号叫团结咧，就向前，大家走埋一齐先，就一个共同咧嘅话题之后咧，大家就系发表一下自己嘅睇法。咁呢方面一定系揾到一啲共同点嘅。咁喺呢方面咧，即系用个共同点去出发。譬如我哋讲明日大屿，咁大家一齐倾，我哋需要乜啫？其实有几点咧，大家一致嘅。咁另外有啲咧就。個別的專業咧，佢較為重視嘅。咁我哋先有一致嗰啲個別專業重視嗰啲，如果有理有據嘅，其實大家都覺得值得支持啦。咁你一齊做，所以喺明日大嶼嚟講咧，嗰、那個顧問合同裏邊咧，完全反映咗我哋業界啲嘅睇法。譬如話，我哋講大家共同嘅就係願景先行，即係我哋有咗願景先啦，你想做乜嘢先？咁而係以人為本，政府成日都講嘅。但點樣睇呢方面喺嗰、那個即係、就是、研究調查？同埋個設計方面咧，反映咧，除咗我哋提咗意見，擺咗喺嗰個顧問合同裏邊嘅要求之外咧，我哋一路要跟進，係咪落實咗？落實咗。咁所以呢啲咧，大家一樣嘅，即係落實多少咧，到時大家嚟講咧，就可以喺呢方面咧，就比較持開放態度去睇啦。我覺得，咁從呢度咧有所經驗咧，大家一齊做咧，發覺幾好喎。咁呢樣嘢得。公務員嚟講都係嘅，其實每個公務員咧，每個部門都有，我哋有14個公務員嘅團體，以往咧都好難召集曬一齊，而家佢哋都經過即係過去一兩年嘅努力咧，成立一個聯合嘅會。咁喺呢方面咧，有好多話題大家講出嚟。其實我哋有要求或者有唔同嘅睇法咧，就好多嘅。你一次過做唔到咁多，你反而咧揾呢啲共同嘅。大家都覺得是重要的、做了先，做了先，做了先。咁你做了改變了咧，可能你有啲睇法要求咧，又會調整咗嘅。咁喺呢方面，我就係個經驗咧，就咁做。咁但係另外最緊要咧，就係個別嘅專業人士咧，都係喺呢方面持個開放嘅態度先。如果係固執地堅持自己嘅話，永遠都唔得噶，你都唔得噶。咁咪就係跟你啦，跟你咪得你一個人。因為其他唔認同啊嘛，咁你個力量咪少咗咯。咁要爭取咧，呢個成功就好困難嘅。不過，通兒，如果係咁嘅，大家共識咧，咁啊又要問翻啊，而家嗰個通關嘅問題係點樣咧？即係業界對通關嗰個要求係咪會有一啲，即係大家都有個共識啦？即係要政府快啲。因為即係始終，例如頭先你講明日大嶼都要做噶啦，好多前期嘅功夫咁諸如此類。又或者疫情之下，其實通唔到關，對佢哋有啲咩影響咧？通唔到關咧，嗱，其實好多時候香港咧，以前都係嘅，我哋就喺呢度方面咧，除咗效率之外咧，就好容易有變化。變化意思就變，即係你諗辦法啦。即係你如果你成日都要求啲嘢，永遠都即係或者好耐時間先達到嘅。有咩其他辦法咧？咁其他辦法咧，譬如話而家嚟講習慣通過用電子啊等等。咁另外就係即係佢哋嗰個做法嚟講咧，即係好多時候咧就係、是、提升咗用所謂 I T 方面咧，令到溝通加強。咁喺呢方面咧，一路發展。就算我哋疫情之下，我哋都係啦嚇，見唔到面就用 Zoom 啊，愛嚟做訪問啊，咁基本上面都可以運作到嘅。係啦，咁我覺得呢樣嘢咧，大家要即係有啲彈性啊，喺呢方面諗辦法，就唔好坐喺度即係猛要求一樣嘢。咁呢個咧就頭先好似之前講啦，你要求冇用㗎，冇前進㗎嘛。咁你唔前進，亦都還唔到事。係啦，咁你不進則退嚇，慢進都退㗎嘛。咁呢方面咧，你一定係要諗辦法，諗啲辦法，新嘅辦法去解決。冇錯啊！你睇到建築地盤都係㗎，即係疫情之下點樣去令到即係更加有效率咧？咁都係佢哋去做一樣嘢。其實有危有機嘅，即係呢個大家真係嘅問題。你係咪去諗啊？諗咯，諗即係我都希望咧，唔單止咧就係
私人企業嗰度諗，政府嘅部門都諗，即係主動有承擔就去做。咁呢方面咧就令到大家咧得益嘅。咁當中咧就係、大家都知道啦，即係嚟緊新一屆咧就係、應該會有唔少嘅挑戰啦，特別係房屋政策方面啦。你自己睇翻咧，即係喺界別方面喺房屋政策方面可以扮演啲咩角色咧？嗱，我哋向來咧建測規員咧係一個發展項目咧都係好重要嘅。佔據咗好多唔同嘅位置。冇錯啦，但係咧而家我哋面對一個問題咧，就係我哋嚟緊咧好多項目。嗯，即係預示啦，政府而審議方面咧，亦都係好有序咁可以做到。有冇咁嘅人？有冇咁嘅人才可以做到？頭先我講即係高質，即係有效率咁樣完成嘅項目咧，而家面對好大嘅問題。其中一個問題咧，就係私人方面咧，嗰、那個即係如果做政府項目咧，好多時候大家成日聽到咧，價低者得。咁呢方面咧，令到咧即係喺私人做方面咧，就受到好大壓力，因為咧佢哋好難請到人。咁但係喺政府方面嗰個人工咧，就比私人方面咧高出好多。咁好多人咧走咗去政府。咁政府係做咩咧？而家好強調咧，好多人覺得政府咧做咗監控。監控即係睇住，可能咧兩個人做有五個人睇住。咁呢個咧資源就有啲問題，因為我覺得專業嚟講咧，其實攞到個牌咧就係、是、一個水平嘅保證嚟。啱啊。咁你下下要睇住咧，我覺得嗱，如果你話即係有啲人所謂樹大有枯枝咧，咁呢個你係可以懲處嘅。所有專業人士佢有一定嘅水平，佢係對自己一個判斷要負責嘅。好似醫生一樣啫嘛，如果你錯咗唔得啦，你冇理由話開緊刀嘅時候我問你批唔批我咁做啊咁。所以其實你有尊重個專業之外咧，亦都即係佢應該有合理嘅回報、個薪酬。咁呢方面咧，即係我希望咧喺嗰個投標。同埋採購政府嗰方面嘅制度咧，可以改變一個合理嘅價錢俾出嚟，就唔係而家咁樣個制度。係係，而家就係價低者得，都唔係一個即係保證個質量嘅問題啦。嗱，我覺得嗱呢樣嘢就即係大家要相輔相成嘅。如果你個質量想好咧，但係又要好平咧。我覺得世界冇咁嘅事啦，魚與熊掌係啦，咁所以即係應該係合理，我就講合理，合理嘅即係個水平，水平唔係我水平啊，合理嘅。其實又好又平啊，真係即係合理嗰個顧問費，顧問合理嘅造價，從而咧就要求一個即係高質嘅嗰個成果。系咯，咁样先可以咯。不过啊，头先阿Tony都讲到，一啲专业人士都有自己嘅操守，即系要睇咯。咁啊，Tony又系物监局嘅主席啦。Tony 其实都好多，系咪好多范数啊？好忙碌。咁而家嗰个发牌嘅进度嘅情况点样啊？嗱，个人牌咧，我哋进度都唔错嘅，因为而家都发咗6000几个。咁但系公司牌咧，就而家系以我哋估计咧，10%都未到。我哋就係好關注個問題，我好擔心咧，因為過渡期咧就係2023年咧7月30日過咗一半噶咯，係啦，過咗一半噶。如果有冇一半申請咗牌照？嗱，頭先我講啊，如果公司牌照咧，以我哋估計嗰個數字咧，10%都未到。哇！咁呢個咧就如果大家都係即係排。擠曬喺最後嗰個時間去入咧，我哋真係處理即係做唔到喎。但係處理唔到咧，個問題就好大啦。因為你法例上嘅要求，如果你冇呢個牌照咧，唔可以提供依方面嘅服務。咁所以喺度，我都希望咧，即係有關嘅，譬如法團啦，或者要聘用啲積極啲先得啦。喺呢方面咧，就早啲要求要有牌照嘅。係，如果唔係你中途去到嗰個時間咧，8月1日突然間停咗，即係塞曬車，跟住又做唔到，咁你冇咗呢個服務喎，冇咗呢個服務，呢個可以影響好大㗎嚇。啊，啲人諗住話喂，咁我7月31日先到期，不如我5月先提交咯。但係又唔係真係撳個掣咁快㗎嘛？係啦，仲有你到時可能譬如200计嘅申請喺度，我哋做唔到㗎。咁呢方面咧，我哋要顧及下你哋人手安排先得。冇錯啦，你幾多人手都有時好難應付噶嘛，咁點解唔早啲去喺呢方面申請咧？咁點解咧？其實Tony你知唔知啊？點解佢又唔申請咧？嗱，我覺得有啲公司咧，佢本身咧就係要可能考慮一啲組合啊。過往因為唔需要攞牌咧，咁所以咧可能係適應下，可能佢有冇啲整合咧，係嘛？即係令到唔使攞咁多牌咧。
咁同埋佢人手咧，你攞牌咧要雇用有牌照嘅人噶嘛？咁呢方面有啲人喺度做緊呢啲工作，咁、我希望可以加快，加快因為而家只係學你話齋，仲有年保險半種啦。咁、另外咧就有啲人即係可以諗住就話喂，咁、早俾人監管唔係幾好喎、咁樣。其實我自己覺得。你如果但如果做得好，基本系冇问题噶，系咯，冇问题噶。监管系嘛，即系如果守法嘅人，你怕咩有法律啫？啱系嘛？咁所以我觉得呢度咧，大家唔使担心。咁而同埋迟早都要监管噶啦。冇错，仲有、其实你话喂，我咁攞咗牌照，如果交牌照费、其实相对嚟讲咧，嗰、那个牌照费咧又唔系高、但系你得到人嘅认同方面嘅价值咧、我觉得系远远超过噶。喂，你有牌噶啦，咁、样有某嘅程度咧，即系人哋会放心啲啦。咁、所以另外我哋再做咧，就系话多啲即系作业备考啊、操守嘅指引啊，令到大家可以跟，喺呢方面可以参考，从而咧就将嗰个水平提升。咁、呢啲咧，我都希望大家即系嗰啲物业管理公司咧留意啦。尽早啦，如果唔系咧，我哋真系冇办法咧，到时肯定你喺7月31日、23日记录低攞到牌。2021年12月底嘅时候咧，阿物监局主席曾经咧呼吁叫大家咧，即系快啲咧申请个牌照嘅，唔好到时咧差唔多到期嘅时候，大家就话咧物监局咧又批唔到啊，做唔切啦咁啊。其实一早提咗大家咧，而家就好咧，即系申请啦吓。不断都提醒大家，不断提醒大家吓。系啊，会噶，我哋都会一路咁。咁我哋亦都会咧，久不久咧要约阿 Tony 咧上嚟咧，从唔同嘅身份咧都讲解下业界方面咧最新嘅情况系点样啊。今日咧多谢晒谢伟全，多谢晒你。多谢大家。